十七岁的梦真的有迷茫，剧情意外的走向，冰与火的热烈碰撞，推开青春年少帷幕的开场，陪伴的时光坚定的梦想，心事暂时都隐藏，虽然一路跌跌撞撞，莽撞的青春从来不怕受伤，慢慢学会勇敢坚强，幸运有你一起成长，约好未来也一起闯，追梦路上成为更好的模样，长跑在场胜利分享，微笑够张扬，描绘我的超级梦想，邀请你将夜色配上，心间自己传递力量，装满了向往，渴望我的超级梦想，我们相会未来远方。刚才物理课你没记吧？拿去抄吧。等一下。防守，积极点！把位卡住，内线。漂亮漂亮，很好，篮板球啊，好，空档注意拉开空档。刚才为什么不接我球啊？啊，来传球，小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死心眼了。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那什么让人丧失理智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找证据，证明这件事儿另有其人。怎么找啊？嘘。我们现在周围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凶手。所以我们要找一个绝对隐蔽的地方。既然这篇文章一大早就贴到了公告栏上，那是不是就说明这个人是大半夜贴的呀？就算咱们知道是大半夜贴的，那咱们也不能锁定目标啊。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徐梦雨说过，带来学校的样数不多，所以给了哪些人他肯定知道，我们只需要把那些人找出来，然后看看谁缺少了抄袭的那一页，谁就是我们要找的。上课的笔记我都给你记好了，梦姐，你有什么话可以对我说啊？梦姐，那你今天来吗？梦姐，你明天会回来吗？
梦姐，我在你家楼下地铁口，能见个面吗？梦姐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就想来看你。现在看见了吧？你可以走了。徐梦雨，听说你要转学啊？能不走吗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高一的时候，我跟老师说我作业被风刮走了。其实是我没写。还有一次我迟到了，我跟老师说我肚子疼，其实我没起来。还有一次考试，我还看了别人答案。所以你是想说，抄袭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吗？我是想跟你说，其实每个人他都会犯错，以前会犯，那以后也会犯，会犯很多很多错误，错了就知错，咱们改了就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对不对？一次错误不能成为你人生的所有。如果你明明知道自己犯了错，还要在安全屋里继续逃避面对，那才是真正的可耻。你回家吧。陈俊中学的各位老师、同学，我是徐梦雨。我在这里是想给大家道歉，对不起，我抄袭了。这么多天，我一直反复问自己，我写作的意义是什么？是为了获得所谓虚荣的赞美，还是表达我自己？但是在荣誉和赞美中，我迷失了自己的本心，我把我自己弄丢了。但是很庆幸，我还有机会弥补，还有机会找回自己。成功没有捷径，只有付出加倍的努力。我愧对学生会的所有同学们，做了不好的表率。所以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会辞去学生会的所有职务。再次向所有同学、老师道歉，对不起。梦雨，他是没道歉。回来了。去哪儿了？我以为你转学了，急死我了，你知道吗？没事儿，我这不回来了吗？嗯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我帮你拿书包。
大家好，我回来了。徐梦雨啊，你误会夏小桦了，他不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。如果说你一定要找到那个贴公告栏的人，很简单，这是夏小桦的书，很完整，缺的那页在第35页，谁缺了谁干的。我的在呢，还有谁都拿出来。哎，幸亏我带了啊，35页我也在。我的书也在呢。哎，压根没发给我。那剩下的人也都把书拿出来比对一下。别找了，我不想知道这个人是谁。为什么？你不知道大家怎么说你的吗？就是因为我知道，我不想让那个人再经历一遍我经历过的。是我也好，不是我也好，什么都已经改变不了了。而且孟雨也为他的过错付出了代价。我同意小花说的，那个人没有做错，错的是我。就算他没有说出来，我还是错了。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。梦雨，欢迎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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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欢迎回来。你还记得你上次在天台对我说的话吗？记得。其实上次在天台的时候，我很担心这个事会被别人发现，每天都很害怕，不知道这个谎言什么时候会被戳穿。越是隐瞒，越是丧失了坦白的勇气。但是你还是回来了呀，所以呀，你并不是一个懦弱的人。我以为我这次回来，大家会指责我，会看不起我，但是没想到他们都重新接受了我，我还挺意外的，也很感动。有时候其实最难过的是自己心里那一关，当你鼓起勇气迈出那一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事情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可怕。我还要跟你说一句对不起，这句话我想说很久了，今天终于说出来了。你说的对，迈出这一步好像没有想象中这么难。嗯，小花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一直不找出那个人的话，可能大家都会觉得你就是那个两面三刀逼走徐梦雨的人，然后今后的一年我们两个就都会被你连累。好啊，你们两个居然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你们自己。可不是吗？所以我就是不清楚你的脑回路到底是什么形状的。知道你们俩是为了我好，但是我相信那个人他并没有恶意，他只是没有勇气当面指出来而已。其实我跟他也一样啊，我不是也知道徐梦雨抄袭，但也没有指出来。所以你这个不是圣人是什么呢？我才不管这是圣人还是什么呢，我就是这样想就这样做了呀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，那可能不对，也可能会后悔，那谁知道呢？被接受是容易的，但是有的时候为了做自己而被讨厌，也同样需要勇气的。
行吧，不管最后结果如何，我都会坚定地站在徒弟你这边。还有林东，哎，我持保留意见啊，不过还是愿意跟你们一路的。哎，是谁在篮球场奔跑青春？是谁在小花，对不起。翻动年轮，是谁在一张张试卷推敲着答案？怀疑过人和人有不同的天分。我的。单车上惊慌失态。是谁在音乐里唱错拍？对不起，跟女孩说什么？是谁在一场场比赛学会了勇敢，只愿做不放弃不害怕的小孩。终于逃脱出束缚自己的牢笼，打碎假面，找到了那个懦弱的自己。第一次感觉到微风吹在脸上也有甜甜的味道，重新认识一下。你好，徐梦雨。为什么长大的嘴巴一样的眼光，你看到的模样是我们的倔强。张开手，你和我逆风飞翔。你生来就是个大人物，只不过需要暂时吃点苦。加油，徐梦雨。都认真点啊，看你们这一个一个的，平时在教室里不是挺欢实的吗？这出来怎么都蔫了？跟大家宣布个事儿啊，咱们学校的篮球比赛时间已经定了啊，就在下周。啊，这么快？老师，我们的体育课都被其他课给占了，这哪有时间训练？校长不是不找虐了吗？不是，你年纪轻轻的，你有点自信好不好？这么热血又有激情的运动，你们班谁毛遂自荐来组织一下啊？快期末了，也没时间。没人来，我可点名了啊！蓝俊辉，到。你跟马一鸣一起负责你们班的篮球队。是。大家自由活动一下吧。好，同学们，咱们学校的篮球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我先简单说一下规则，咱们这次比赛由高一和高二的所有班级组成，每班出五名队员，如果人数不够的话按弃权处理。比赛采用淘汰制，一会儿会抽签来决定你们的对手是谁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的话咱们开始抽签吧。你们班开始。解散。哎，我说蓝俊辉，你们班就这么几个人？你刚没听教练说吗？参赛人数不够，直接视为弃权。这样你说多可惜啊！哎，要不我说，你们直接退赛得了，到时候人数不够上场，多尴尬。哎，毕鹏啊，我跟你说啊。别看我们班现在没人，但是随便挑一个人都能用小拇指头打
爆你们班的所有人，这么运气？没人就没人呗，装什么大尾巴狼啊？省得到时候进不了预赛。哎，行了，加油吧，你别到时候初赛就淘汰了。咱们班还有你们班无缘总决赛啊。大话不要说得太早，不然到时候丢人现眼。什么味儿这么大？你闻着了吗？有股孜然味儿呢。你闻没闻到？好像是有点味儿。不是你，你这味道也太大了吧你？哎，你少胡说八道啊！我没胡说八道啊。我说兄弟，咱们这篮球累归累，对不对？个人卫生你得注意。就是就是。不好啊，是不是得注意？对。是不是？哎呀，多用点洁厕灵洗一洗。洁厕灵洗不干净，得用八四消毒液。也行。再见，高考男孩。自然男孩。也行。江静啊，前锋考不考虑一下？前锋呢？就是只冲在我们这个篮球队伍里面的位置里面最紧。这道题我得好好解一下了。陈宇啊，怎么了辉哥？得分控卫这件事儿你怎么说？我跟你讲啊，你辉哥，我过两天肚子可能会疼。哎，哎呦，辉哥，来感觉了，来感觉了，辉哥，哎呀，太疼了。小吴啊，别以为你戴眼镜我就看不出你会。小吴，小吴，小吴在哪儿？小吴，小吴，孟非啊，我知道你，你刚找小吴呢，早说呀，我帮你去找他。小吴，你去哪儿呢？小吴，小吴，朱明，哎，小吴，小吴，小吴，哎，小吴 ，Rose。我记得班主任叫我干什么来着，我给忘了，应该是，哎，班主任的办公室的反面，没一个爷们儿。你可别看我啊，我不会。我教你嘛。我可以教你，对不对？我教你，说罢手。不学不学。我跟你说，篮球这项运动首先它是很强身健体的，而且它花样很多，招式很多，变通术非常多。作业写了吗？没有。没喜欢跟我教你打篮球，这是两码事好吗？所以说，我跟你说，你一定要跟我好好的学习一下篮球。我带的。我带的你还不行吗？我手把手教学的，我跟你说，这种课时费用都不跟你要。林东，你能帮我看看这题吗？我明明已经代入公式了，但怎么算都算不出来。哦，你把两个公式搞混了，垂直上抛的公式和自由落体的公式不是一个。你再仔细观察一下变量。嗯，好。你今天任务完成了吗？哎，问你呢，今天任务完成了吗？没有啊，根本就没完成任务。篮球比赛马上就开始，我们队还差两个人，咱班没有希望了，怎么办？也不是没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这样，你先把今天的单词背完再说。保证完成任务。Able, fair, limited, tight, complete, correct, cause possible, complete, corrected, possible, patient, stop, smoker, and start, lean, lead, right, consider, use, cycle, able, read. 许超，我记得你高一的时候就是篮球队的，所以咱们班篮球队。有没有兴趣加入啊？我还要学习呢，这马上期末考试了，哪有时间打球啊？了解了解，哥都知道。
年级第一的笔记啊，内含绝密押题宝典，仅此一份。真的？真的。不就是个篮球队吗？我参加。哎，来。干嘛？简志强，身高186，外号擎天柱。初中的时候曾代表学校去参加市级比赛。条件这么好，人还长这么帅，不去打中锋真是可惜。哎，不打不打，最近学习那么累，我打会儿游戏它不香吗？哥，亲自带你上星耀。嗯，王者，真开心。哥亲自陪，这是最高段位了，整个学期都得陪你玩了。每天再加一瓶可乐。你要每天来训练，没问题。我宣布，高二五班篮球队正式成立。男团他们是去一班围观了。什么？这群人胳膊肘给我往外拐。还是你们几个有眼光啊。快走快走，小花小花，刚鞋带掉了，耽误了这么久，快走快走快走，冲冲啊，要爸爸的冲啊。喂，难道小花你也是这样的人？人家都是188，188一米88都怎么了？中看不中打，我们是实力派，就是不能让他们小瞧我们。没错，不过以后的训练啊，还得看辉哥你了。嗯，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，以辉哥我篮球各路招数集大成于一身。好，我先去做个习题。啊啊啊！哎啊！哎。自习课不好好上课。干嘛呢？啊？整个年级楼道就听你们班了，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，没完没了的。我现在宣布啊，上次考试三门以上不及格的全都不许参加篮球比赛。啊？不是，主任，这不合理吗？有什么不合理的呀？不是，上次学生的职责是什么呀？回答我。学习。哎，坐下。马上期末考试了啊，大家自己有点压力啊，拿成绩说话。
肖小画，信是我贴的。在我偶然发现徐梦雨抄袭以后，觉得他做错了，就将他抄袭的内容公之于众。但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，更没想到你会因此受这么大的委屈。在你受到非议的时候，我也曾多次犹豫过是不是要站出来，但最终我还是没有这个勇气。可你却做到了，勇敢地站出来保护了我，谢谢你。还有，肖小画，对不起。下的风，阳光早朝梧桐，捕捉顽皮的萤火虫，世界因你不同。真身吉他篮球，裙摆长发温柔，至今那是青春年幼，太多片段带不走。你是否抵达梦的路口，是否不再随波逐流，微笑梦想炙热依旧，总有发光的时候。你是否活得有个自由，是否能够愈合伤口，明白这段旅途绝无仅有，在许多年以后。衬衫吉他篮球，电台呐喊自由，至今那是青春年幼，太多片段带不走。你是否抵达梦的路，是否不再随波逐流，微笑梦想炙热依旧，总有发光的时候。你是否活得有个自由，是否能够愈合伤口，明白这段旅途绝无仅有，在许多年以后。